毛往身上戴，要不他们认不出来是你。中原八八的队长，大家把今天大出来送送，把今天大上，把今天大上，把今天大上。第一场比赛，第一场比赛，我们0-8输给他们。到此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曾说过，下半赛季我们打回来，我们做到了，所有球员牛逼啊！虽然我们现在成绩不好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们继续战斗，我们一起再去迎接比赛的胜利，一起上来了，上来了。